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少女不换浪，先给大家放 BGM。今天我去河里去捉了一只小螃蟹，大概就是这么大一只河蟹，这是里面算大的一只了。攻击性很强啊，可以，大家从正面看的话，它的钳子这儿少了一块儿。先放一边，这是我们的亚洲雨林蟹。不敢动啊。这么看的话没什么瑕疵，差不多可以说是完全的正常状态吧。先放下去。我们接下来就是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，看他打架谁会赢，看打不打架吧。先第一回合，螃蟹跑了。等等等等，貌似螃蟹的钳子这儿被打受到了致命伤，钳都不能用了。好像坏掉了呀，还能动吗？哪里被受到强制，哪里受到攻击了呢？这个好像不动了呀，好像中毒了吗？哎，刚才还放水里看看吧先。中毒了吗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这家还家呀，不是吧？这兄弟还好吗？死了吗？看看蝎子吧，呗，好像蝎子一点事也没有啊。
螃蟹的话好像是被蝎子扎的中了毒啊，它能活下来吗？螃蟹好像已经挂掉了耶，这也太快了吧。好，我今天先到这里吧，以后要看看它还会